歌其实都大部分都比较忧伤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九二九都会变得蛮好笑的。然后平常在练团的时候，有一些桥段是他们没有乐器的部分，可是因为我们已经练了几百次了，这样就练了几百次了，所以通常他们其实也很熟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好好认真的把那个桥段唱完，所以我就会在唱的时候，他们不一定会听我唱，就像这样子。公庙的沙滩一天一天变色。好，今天赵总去吃烧肉了。超爽的，我还是要很认真练习我自己的部分。而且我们聊到准备要合适啊，对啊，大家到这种这么严重的程度，然后 Rock 是在后面这样一直讲。我有时候觉得。我应该不用再练的吧，这我已经够熟了，我要还要摇摇滚青春摇